这是1912年的紫禁城御花园。该年3月28日，隆裕、传裕解散宗社党，进一步加深了其与宗室的矛盾，以致次年正月初十的万寿节几乎无人入贺。7天后的2月22日凌晨，清王朝最后一位皇太后病逝于长春宫太极殿，享年46岁。